来看这里哦，麻烦你把它抓起来积分，好不好？我一再强调，我们积分是针对谁？针对次数而言。好，看到这根号怎么办？麻烦先改成什么？改成次数，好不好？这 x 开几次？三次，代表是 x 三分之一次，负二再分母，所以说是 x 的负三分之一次，这样行不行？这开始积分怎么积分？麻烦你把次数把它加。加一，变积三分之二，再把倒过来是积二分之三，是出来了。各位，首先先把次数加一嘛，是三分之二，倒过来二分之三，积完毕说 x 从一到几之间？八之间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所以说把 x 用八代去减掉 x 用几代？一代，是不是好了？所以 x 用八代行不行？乘上八几次？三分之二次。减掉 x 用一代，一的任何次方还是几？一，二分之三乘一，二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它化简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怎么化简？什么叫八？八是二的几次？三次，内外相乘，三乘三分之二剩几次？两次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不会的同学，你把它拉出来这边，什么叫八？八叫二的三次。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变二的平方，二的平方是几？四，所以三分之二乘四是几？六，再减掉二分之三，算出来是二分之几？九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后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，好不好？OK。